入户就是餐厅怎么办？进门就是餐厅，旁边就是鞋柜，太尴尬，常穿鞋子堆在门口乱糟糟。试试这样做：一、门边先做高柜，收纳短靴、运动鞋，底部放常穿鞋子，中间两个小抽屉放各种零碎物品，顶部还能放杂物，中间挂外套、包包，关上柜门不落灰。二、连接转角柜，不同鞋子分区收纳，搭配大角度荷叶门，拿取一目了然，中间留空放摆件绿植。三、旁边做矮柜，抽屉放杂物，底部放常穿鞋子，铺上软垫就是换鞋凳，上方艺术玻璃做隔断，颜值高不挡光。四、背面做鞋面卡座，大件杂物放底下，铺上软垫更舒适。五、设计两层置物架，常喝酒水放这里，再放上成品餐桌，有舒适的用餐空间。这样的玄关设计你喜欢吗？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